各位明镜的观众和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明镜电视《明镜火拍》，在中国时间的2021年3月4号的晚上的10点，也就是美东时间的早晨的9点呢，现场直播的今天大新闻，我是安华。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我呢跟著名的时事评论员小明之心先生。也是我们的这个当红的这个主持人啊，一起呢来制作这期节目。首先欢迎呢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你好。安华先生好，各位明镜的观众好，网友好。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和这个等待啊，我们看到呢现在有网友呢在线上等待。那么首先呢要感谢我们的这小明先生呢的加盟。我们看到呢今天呢有这个相当多的观众呢有这个热度啊，热度已经存在。那么看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小明先生之间呢也要有热度哈、接下来把这个题目呢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做一个介绍。首先就是看看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之后的首场正式的这个外交基调的这样的一个演讲。那么他对中共的这个挑战呢把它作为这个美国的八大外交优先之首那么或者说呢是八大优先之一。那么第二个题目就是北京现在要开两会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两会的这个内容呢或者主题呢那么应该说包括了很多方面。零零总总列了12项，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这个晚退休还有呢就是全面的放开生育，尤其引人注目，问题是采取这样的举措，事隔三四十年之后，是不是已经有些晚了那么现在看到呢，中国这个人口红利越来越稀薄。那么第三个题目呢，就是有关新疆的议题现在的这个热度是在继续。那么中共方面呢，似乎是有软化的一个迹象要请包括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理事会的这个高级专员高专来这个新疆去要参访但是呢包括要邀请欧盟的一些使团的。去新疆去参访，但是没有人呢，做出积极的、正面的这种回应，也就是说呢，中共现在打开大门想请客，但是客人不来了，那么这是第三个题目。第四个题目就是有关的现在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角力美国要避免和中国的核大战同时呢，也对中共的这个军力的增长呢感到了忧心忡忡，似乎这个中共的军力，有些势不可挡的这么个味道那么这是今天的四个题目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进入第一个题目的这个背景的介绍，也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首场外交政策演说那么他把呢这个中国的挑战呢列为了八大优先。那么这个应该说呢也是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的那么总体来看我看了这个演讲之后呢，我觉得总的基调呢似乎还是对中共不够狠不是把这个话呢不仅话说的不够狠，那么当然了做起来呢，我相信这个当中呢，从目前来看布林肯的这个行事风格显得还是相当的稳健那么也就是说较之以往和以前的这个川普政府相比呢和他的前任蓬佩奥相比呢那么当然这个火力呢就显得温柔了许多。他说呢，很多国家对美国构成严重挑战但是呢仅有中国有撼动现行的这个国际体系的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所以呢他把应对中国挑战列为八大优先工作。他说很多国家呢包括这个俄罗斯、伊朗、朝鲜都有这个对美国的这种挑战那么
包括对很多严重的危机，包括也门啊、缅甸危机呢，美国也必须要这个处理。但是中国带来的挑战不同，他说呢，因为中国是唯一具备足够的这个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刚才已经说到，来能够挑战现行的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一个月前呢，应该说拜登团队的号称的首要威胁，是俄罗斯。那么中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那么一个月之后，布林肯所罗列的八大优先事项中的最后压轴事项呢，则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那么因为这是所谓这个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在八大优先当中，那么中国是唯一被列入的国家。但同时呢，这个所指称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呢，所列为的这种所谓优先呢，和所谓的这种威胁，似乎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拜登总统呢，这个2月4号在国务院发表首场外交政策演说的时候呢，同时点名中国、俄罗斯为主要的威权挑战，同时誓言要对抗中国的经济滥权、侵略胁迫，还有人权问题。那么来看看这布林肯列出的这个前7大的这个优先包括那么对抗的这个2019也就是说所谓这个新冠病毒了的疫情，第二呢是强化全球卫生的这个安全改善经济危机，建立更稳定而且具有包容性的全球经济，让民主重新复苏，建立人道且有效的移民制度。重振与伙伴的盟友关系，处理气候危机，推动绿色能源革命，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那么说到和这个中国又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时呢，布林肯的这个表态是这样的，他说美中关系会在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敌对的时候敌对，其中共同点是美国都需从强而有力的立场呢，来应对中国，而这呢要靠和伙伴盟友的合作，而非贬低批评他们，因为众人力量会让北京更难以忽视。布林肯还表示呢，美国应当继续进行这个外交工作，并参与国际组织，因为呢，美国如果退出，缺口就会被中国填补。他强调说，当新疆人权被侵犯，香港民主遭践踏的时候，美国也应当起身捍卫自身价值。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会更加逍遥法外。那么应该说呢，这番表态呢，信号呢是一种mixed 这种就是说都包括了，但是呢，让人感觉到似乎还不是那么咄咄逼人。小明先生，您怎么看？请您分析。好的，谢谢。刚才您呢，就说介绍这个背景，介绍的非常全面。我呢有一个比较最强烈的感受，也就是说，它这8大项任务里边，其实就像你刚提到的，唯一涉及到的国家，那就是中共政权中国。那么，作为一个外交部长打交道的一个，就说他一个直接的对手。那么这应该说是非常，就是对作为外交领域来讲，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比方说，他前面提到，您提到的这个全球联合应对疫情这些事情上，作为这对外交来讲，应该说不是什么特别的难点，或者说特别的需要没错，是。但是和中国打交道，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对于美国，特别是对这种外交部长来讲，对这个国务卿来讲，那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的难度，应该说跟前面他列出来几项，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甚至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他把这个列在最后一个压轴的项目上，也足以说明这件事情上，美国确实应该说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中共政权对美国价值观的这种挑战，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挑战，这应该说是他们有充分意识了。至于像您刚才提到的，就说他的这个
火力好像还不是很够，我也有这种感觉。哎，这个我感觉好像这个布林肯，确确实实在这种表达风格上，要比这个前边的蓬佩奥要婉约很多啊，没错，没错，啊，您用这个词儿很好，就是婉约，哎，真是，嗯，他这个蓬佩奥到底是西点军校出来的，这个表达方式上，这个各方面，都带有这种啊军人的这种特质。而这个布林肯给我感觉好像更带有诗人的特质啊，啊，婉约哎，一点。说得好，嗯。但是呢，我个人的感觉，布林肯这个表达方式上确实是很婉约，但是态度也算是鲜明。他明确提到了，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到了敌对的必须敌对的时候就要敌对。这一点，换句话说，到了摊牌的时候，我就准备摊牌，能我们在一块儿合作的时候，我也不放弃合作的机会。但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不怕，我就准备摊牌。这个底牌，我想这个话说的虽然不是那么强硬，但是他的这个就是说意思表达的也算是很清楚，因为毕竟是两个国家，怎么说呢？毕竟没有正式宣战，还是维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维持正常的贸易关系，所以总得打交道。所以我的理解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国家总要打交道，但是到了不能打交道的时候，需要摊牌的时候，该必要的时候，那我们也有这个准备。所以从这点来讲，他这个讲话的这一部分，我还是能够接受、能够理解。但是呢，有一条呢，您刚才这个介绍背景的时候，没有提到，但是我这个我也对这个很注意。他这次讲话中提到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说，不主张用这种代价巨大的军事方式来推翻这种独裁政权，来推行民主。这一点他也有一这个表达，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会主动的来用军事手段来结束这种独裁暴政，他不会用这种方式来。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想也可以理解。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就是说被动的地方，假如这个独裁政权他先动手了，怎么对。办？那就是可能属于他这种该这个啊，这个对抗的敌对手的时段，候了，哎，该对抗的时候就对抗了。所以这一点来讲，他就说，美国是一个选择这种被动的方式来应对这种独裁政权的挑战，他不会去主动的打击这个独裁政权。这也是他这个讲话里边的另一层，就是说，讲了美国的这种外交政策的底线，讲了美国的这种国家安全政策的底线，我们不主动去推翻这些独裁政权，所以这里边就让一些情况就比较的让人感到比较的悲哀。比方说，这个像类似这种缅甸这种小独裁政权，它对美国应该说是从道义上构成了一种挑战，挑战了国际上的这种比方说普世价值、人类共同遵守的一些道德标准。他公然剥夺比方说人们的言论自由人们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好多选择方式上的选择都剥夺了，甚至对啊，用现暴在力杀害平对啊，民，开枪啊，哎，这个事情上已经突破了这种底线了。那么美国怎么办？美国还是要光采取经济手段，光采取这种外交上的这种比方说抗议了、声明了，这种东西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这是让我很担心的问题。比方说，中共在中国国内对人权的这种肆无忌惮的这种迫害破坏、压迫，在香港这种肆无忌惮的对民主人士的这种打压迫害，这些问题上都需要采取
非常强硬的手段，而且甚至很有必要采取军事手段。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先把这个手脚给自己把自己手脚绑住了，这个事情上，我总觉得是一个让人非常担心的事情。所以，他这个讲话里边的其他的部分，我都能理解或者接受，或者说有些部分还可以说是赞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主动的把自己的手脚绑住，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了。这是我的这个对他这个讲话的一个初步的感觉，哎。那么您觉得就是说，从上任之初啊，那么他的一番表态啊，布林肯就是您刚才说的，他是这个蓬佩奥像一军人一样啊，直来直去那么他呢是像这个诗人一般的这个诗情画意啊，那么说话呢是这个面面俱到啊，那么应该说也是滴水不漏，从各个方面讲呢，他都要点到，但是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说，不够直截了当，那么同时呢，应该说上任至今包括拜登政府呢，这个已经是上任一个多月，那么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们看到呢，的确呢，应该说大量的这个心思啊、精力还是放在了这个国内议题上面，那么对于这个外交呢，当然布林肯是这个。在商言商嘛，那么在这个外交部长的这个岗位上，他当然要谈外交了。但是呢，他的这番外交的这种表态，咱们刚才都已经是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这种相同的观感，就是说他对这种美国今后的这种外交领域的这种方向我觉得方向感，就是说如果说重点太多的话，可能就觉得。这个重点就不够突出了，你比如说是八大这个，那么在现在呢，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之初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以前把俄罗斯列为一个最主要的威胁，那么现在这个似乎感觉到了中共这种咄咄逼人、这种压力的一样，好像就说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有一些这种受到前一任政府的这种影响，你怎么看？我非常赞同您刚才这个说法，刚开始的时候，拜登的这个表态，他的表态是，俄罗斯是美国最主要的威胁，中共政权只是美国的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是这种表达方式。对。那这个表达方式呢，更像是拜登在执政之前的这种思路，但是这一个月之后，美国政府的这种。它的基本的外交政策和或者基本的国家安全策略已经有所调整了，这个我们能看得很清楚。这个不单单是国务卿布林肯的这个表达，就在也在昨天，美国政府公开了他们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也就是因为很仓促，他只有上任只有一个多月嘛，所以拿出来这个很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一个外交或者说国家安全策略。来推出来这么一个方案，那这个方案里边也明确提出来了，是把认为中共是美国的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的这种威胁，所以这一点来讲呢，我们能感觉到，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边，美国的国家政策或者说拜登政府的国家政策对华政策有了很大很大的进展。或者说有了很大的转变，哎，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能感觉到，从美国国防部长的表态，美国什么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什么情报处长的这种这个表态，美国军方的多位将领这个表态都非常的，我想这些对美国政府他们的对华政策。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这点来讲，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转变，让我们有看到，就是说有更多的希望对这个美国新政府这届新政府的这种对华政策上有很多希望。那么，因为此前的时候，有很多人担心，
拜登政府会继承奥巴马时期的这种对华政策，那这样的话就惨了。那美国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照这个趋势走下去的话，我们能感觉到它和川普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上有很大很大的相似的地方，而或者说相似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头。哎，但是这个毕竟现在还只是在口头上的一种表达，落到具体的行动上，这个我们还要看。所以，他们今后怎么能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应对？比方说，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在这种外贸易政策上，在这种外交政策上，在对台湾问题上、香港问题上。那么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这个光表达一些道义上的啊，比方说我们支持人权，我们支持那个，支持那个，支持民主，这个口头上这个话没有意义。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对，行这是动。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他说话呢面面俱到，滴水不漏。那么就是什么都给你罗列了，但是就说重点在哪里？尤其对中共这样一个政府，我觉得现在呢，的确就是说在实力上呢，确实让美国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压力。那么他说的这个没错，中共是唯一一个有实力可以颠覆整个这个现行的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政权，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说这个威胁，我觉得，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而且目前从这个经济的领域也好，从这个政治外交国际地缘政治，还有从这个科技来说，现在呢，中共都有这种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种似乎是要赶超的这么一个架势。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感觉到布尔因是应该说也有这种感觉了。那么就是现在呢，中共的这种国内的这种舆论也好包括看到了一些这种。文章的后面的这跟帖也好，那么一些这个专家智库包括一些官员的这种表态也好，那么似乎就是中国取代美国已经是这个指日可待的这么一种感觉。那么就说言谈举止当中已经透露出了一种狂妄和自大。那么这种情绪呢，应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么这样的一种表态。这样的一种显示，这样的一种显摆，和这个中共的这种以往的这种所谓这种低调或者说呢，之前的这种韬光养晦的这种指令性，实际上是一种外交的一种约束也好那么已经是大相径庭。那么现在你看看这些中共的这些官员也好学者也好，民间的一些这种。就网红也好吧，那么他们的这种对美中关系的这中美关系这种评价呢，已经是越来越似乎有一些这种飘飘然的这种感觉。小明先生，您的观察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意思也很有，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是的，我也很有这个对这些现象很有感触。您提到这些东西，确确实实很是让人有点确实，这些人他们这种自我感觉确确实实有点飘飘然，而且这种飘飘然，问题就在于有可能会形成行动。比方说，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他就可能更加的忘乎所以，更加的无所顾忌，敢于挑战以前不敢挑战的东西，那这个事情就危险就很大了，对不对？比方说，假如习近平，就像您提到这些现象，在习近平身上，落在习近平身上了，那这家伙他是有一言丧邦，一言。啊，这家一言堂，他说怎么了，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就可能干起来了。那这种时候，或者说习近平身边都是这种飘飘然的家伙，那这个事情就很危险，这就很危险。我们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比方说前台的这些家伙们或者一些很无耻的什么文人或者一些小粉红或者小五毛之类这种家伙，但是，这个社会它是一体的，这个整体的社会氛围，
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的和不能看到的，这个基本上是不能分割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里边的东西，在很多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实质上也是这个德性样子。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像您刚提到的，他们觉得了不起，而且现在也有很多专家就写着什么，甚至还有类似于欧美的一些专家，这个专家是不是共产党收买的，我们不知道了，也说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啊。原来说的是10年，甚至有专家说，现在看来不需要10年了，大概5、6年就能超过美国了。那这个事情确实不得了。我们有一个问题就在这里边，就说，尽管中国人的这种人均的财富跟美国还不能相比，还差得很远，但是习近平他能动用的财富，有可能会超过拜登动用的财富，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中共政权的特色就在于此，他不是看百姓如何如何，他是看领导人手里有多大权力、多大财富。这才是那重这个点。时候，一旦中国的财富超过了美国财富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习近平的手里的财富超过了拜登手里的财富的时候，习近平的腰杆子就不一样了，习近平这个口气就不一样了，他就可能敢动手。这个时候，比方说美国的军费是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2%、3%，习近平就敢拿出5%来，拿出6%来，他就敢不要黄油，要大炮。这件事情上，拜登做不到，习近平就可以做到。哎，那这个时候，一旦习近平他本身的财富总量超过拜登，他又敢把这个财富全部拿来跟拜登来玩黑的，那这个时候，美国确实要面临很大的危险，这是个事实。所以，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个问题有足够的警惕，这个不是一个长远的就是说很遥远的问题了。这已经是一个到了眼前的问题了，是一个非常急迫的现实性问题。5、6年时间，即使是没有赶上美国，那么也和美国接近了。那就是说，习近平可能他能花的钱要远远超过拜登能花的钱，那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这是很大的威胁。是的，那么的确，现在美中关系的这种走向啊，或者说现在新的当局的这种处理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让人感觉呢，似乎还是有些这种攘外要先安内的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说先你看他这次这个包括这个拜登的这个强调也好啊，那么这个更好的竞争呢，是首先得做好这个国内问题。当然，布林肯他这个主要讲的是外交，那么拜登从一个全局来说，就是说他认为现在目前呢，还是要先搞好这个国内问题。包括，然后呢，是和这个盟友呢要联手，然后再来谈论其他那么所以就说这样一来呢，这个时间又给了中共一个，我觉得呢，一个机会，或者说是一个让他能够喘口气这种压力呢，和之前的相比呢，就要轻了不少那么至少呢，这个美国现在呢是即使是维持了川普政府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对华的这种贸易的这种关税措施，或者说呢已经实施的，也就是说呢，这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过去有的呢我们继续执行，那么新的呢，相信不会再有，至少目前来看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那么对于之前的这个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实际上也是个名存实亡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那么就是说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把它废弃，但是呢，应该说也没这个兴趣再继续呢。在这个方面呢，延续这个上一届政府这样的一种做法，那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这个中共方面、北京方面呢，就感觉到肯定这个目前来说这个日子要比那么几个月以前呢，那好过多了，那么这样正好腾出手来呢，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呢，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第二个话题。现在中共这个两会又开了啊，今年呢是按时开了啊，去年因为的这个疫情呢啊，推压后了2个多月。那么这个接下来我们看看呢，这个两会这次有些什么内容啊？两会有什么内容？这个两会年年开，但是呢，这个看点呢啊，确实有每年呢都有一些新的一些看点。虽然说呢都是属于这种这个务虚的这个橡皮图章，但是呢，它的这种要点当中呢，还是可以从中一窥呢中共的一些思路比如说呢，今年这个"十四五"规划，还有就是2035的这个远景目标纲要，那么指的是也就是今后5年到15年的这个中国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规划了。那么大概梳理这些有12个热点。那么这个排在第一的就是这个科技创新。所以说，这个科技的这种竞争现在和美国的这种短兵相接已经是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第二个是高质量发展，第三是新发展格局，第四乡村振兴，第五人口政策，第六延迟退休，这两个实际上都是相关的，都是和劳动力人口有关的。那么还有就是平台反垄断，这个似乎和马云有点关系。数字经济，碳达峰，碳中和和这个生态环境，还有就是教育、知识产权、粮食和种业安全等等12大热点。那么这个从中呢，而且说到了这个创新、科技的自立自强，那么这是一个具核心地位的这样一个要点，重中之重。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想聊一聊呢，这个人口的话题。因为正在这个当下呢，这个全国政协委员呢，中国社科院的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文呢，递交了一个提案，和全面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息息相关。他就看到目前这个中国的人口危机，闹人口荒了，没人生孩子了，现在。前2年就放开了这个二胎之后呢，没什么动静。他已经是提到了二孩的这个政策呢，没有能够提高生育率，实际上就说是失败的。他表示呢，这几年出生率的陡然下降，已经显示出某种急迫性。所以说呢，他建议"十四五"期间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那么这位正他的这个。这个提案呢就写到他说中央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这个当然和退休有关了，这个有关系。他说呢，这个2013年这个18届三中全会呢决定实施单独二胎就是二孩的，2016年实施全面的，那么这就是隔了3年，之后呢几乎也就全面放开了，可以生两个了。我们从这个政策实施伊始到现在呢，几乎就是说，水面连个涟漪都没有，就是大家对这个已经是，早都已经感觉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那么过去呢，当然了，这个人口政策呢是一种这个指标性，但从这个大概40年以前吧开始，那就是一个指令性，必须是作为这个所谓这个计划生育，就是外界理解就是一胎化。那么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中国的整个这种社会经济政治形态都已经发生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也就是过去呢，养孩子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现在养一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呢，养的都非常非常的吃力，那包括这个三座新的所谓新三座大山嘛，三高嘛，这个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包括这个住房这三大块压的人就根本就喘不上气来，养个孩子那是极其艰难。所以说呢，放开了这个
二孩政策呢，没有获得理想的效果，除了2016和2017年出生率略有回弹之外，2018到2019年又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那么连续2年创下这个改开以来的这个新低，分别是10.94%和10.48%，越来越低了，没人生孩子，不想生了。那么就说呢，有报道就说呢，2020年的出生率呢肯定会再创新低，那么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变化的第一预测结果是呢，中国人口将从2019年的14亿会降到，再过呢80年之后呢，2100年呢就变成了6.8亿。所以说呢，这几年这出生率连续下跌的这个趋势呢，那么这样的一种预测呢，并非不可能。所以说呢，他认为呢，中国的人口政策到了改革的时候，那么这几年出生率的陡然下降呢，甚至显示出了这种急迫性啊。那么他是本人的这位这个郑炳文呢，长期是研究人口老龄化的，那么他就说呢，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同时，要制定一揽子顶层设计啊，包括但不仅限于为青年夫妇生育创造条件，为青年夫妇减负，4到6岁学龄前教育实行普惠价格，那么全社会营造一个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等等了啊，建立这个人口预报的这种报告制度，将这个人口老龄化行政主管部门的级别和地位予以提升啊等等了啊，在我看来，我觉得这都是这个隔靴搔痒。按理说这个东西啊，包括所谓他提到的什么这个学龄前教育，我觉得学龄前教育包括这个整个这种这个所谓这个12年级之前的这种教育，我觉得都应该就是免费的啊。那么这个东西，因为对于你中国来说，现在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财大气粗了嘛，对不对？那你这种反馈、这种反哺啊，难道是不应该的吗？所以说，这是一个人口现在这种老龄化，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人口的缺失啊，人口在流失啊，因为人口的这种增长连年是在急剧的下跌。你这样一来，你中共这种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共政权，从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角度来说，这都是已经是把整个这种人文、这种伦理的这种价值观都已经快颠覆了。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他很多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关系都已经不存在了。对吧？那么包括这种亲戚这种兄弟姐妹那么之间的这种概念都已经没有了。那很多这种孩子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家庭一个过去的一种传统的家庭生态是一种什么样，这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整个这个一胎化政策这个贻害无穷这已经害了至少得害3代4代人。而且呢，这都很难说，因为现在它整个这种社会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生活这种成本、运营的这种成本在急剧的上升，一个买房子一个这个上学，一个这个医疗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天价的数字在这里。那么你怎么能够让大家愿意生孩子？生了孩子，简直这就是真是成了这个第四座大山了。所以说，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目前来说是。我觉得是从短期来看是一个无解的，因为你就是全面放开了，大家不愿意生，你总不可能强现在又强迫大家再来一个只生10个5个好必须得生5个3个4个5个，你不可能所以说这个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悖论的关系。那么您怎么看，小明先生？您对这个，我们就重点来谈谈这个人口人口现在确实这个。毫无动静，你放开这个二胎之后根本没动静，而且是全面这两年又是急剧下跌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它在制定的时候确实起到了，它的政策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让中国当时中国人是大多数家庭是想生孩子，是因为这个政策给逼得你不能生了，这是这个政策当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现在的话呢，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它这个政策有和无已经没有意义了。即使这个政策不存在了，现在中国人
也不生了，不是不想生，是不敢生，生出来之后养不起，这现在是大问题。所以现在你把这政策取消了，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现在话说，你即使鼓励啊，允许生5个也没有意义。问题就在于他不敢生，一个都不敢生。你让他生5个，这个指标等于白给，没有用。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如何能让中国人敢生孩子？现在是问题出在这儿。就刚没才错。您提到的这三座大山，你把三座大山给搬掉了，然后您生孩子，拿出那种啊北欧这种福利制度来，生一个孩子给补贴。啊，10万块钱，是然啊，后是每啊。个月啊给发1500块钱牛奶钱，那这个时候，我想肯定会有人生，没错。哎，嗯哼。比方说像苏联那样生孩子就给分一套住宅啊，那这个问题他就会有人生，所以这个时候，但是呢，我对我这个说法。中共政府可能采用的可能性为零，啊，哈哈哈！中共政府绝对不会采用世界上任何造福于民众的政策，中共政府只会采用啊采取对中共政权有利的政策，这是我最啊可以断定的地方。比方说，中共政府最关心的什么是老龄化问题？是什么？是让人多干几年活，多交几年税。少拿几年退休金，这是中共政府最关心的话题，也是中共政府最会实行的政策，而且是最快的。他最关心这个政策，他会非常快的把这个变成具体政策，会实施下去。至于说啊，年轻夫妇生孩子有困难啊，你们啊鼓励你们多生孩子啊，咱们要为怎么要考虑养儿防老，要考虑什么家庭，中共政府。会用这些胡说八道的这么搪塞一下，他不会制定具体政策啊。每个月给你补贴，哪怕补贴100块，他也不会的。哎，你让他，中共政权是典型的铁公鸡，他只会 说的去，太好 说的太好，哎，他只会去从老百姓那儿收税，收多少税都不够他花的，他不会花在百姓身上。所以这一点来讲，你看，凡是坑害百姓的政策，中共政权都会。非常啊，快的执行啊，雷厉风行，几乎是听到风就是雨就来了啊。凡是与民众有利的政策，30年、50年都推不出来，不要想。所以，在人口问题上，中共肯定会让中华民族走向灭亡。他这个政策，若中共不亡，中华民族就得亡，这个没有什么选择。这点我是看透了中共的，这点你，我想我也想提醒所有的啊听众网友们，对中共不要抱任何幻想，这是个最恶、最邪恶的政权。所以在这个政策上，老龄化问题上，他不是说如何让老人养老，他是让老人们要榨干老人们的最后一滴血。哎，你们拼命多干活。那么我可以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共政府啊，他说的中国人的这种预期寿命70几岁，70几岁，可是中国人真正能活到70几岁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个不是很确切的消息，我不知道真假。有一位学者带着他的学生到北京去实地调查了那么很多个墓地，他统计了一下，中国人真实活的寿命平均下来也就是67、8岁。中国人，他就实地调查的，中国人真正能活他岁数，真正的啊，不是预期的寿命，而是中国人实实在在活的平均寿命。他调查了一下，也就是67、8岁。如果按照中共那个逻辑，中共是什么？是按照他的虚假的那个中国人的预期寿命，75岁、78岁，甚至80岁，像江泽民这种老王八都能活100岁。啊，习近平估计也准备活100岁，但是他们100岁可以不退休，中国人不成啊，老百姓不成啊，老百姓很多人可能活不到65岁、66岁就没命了。
也就是说，你干了一辈子活，还没等退休就完了，不可能享受你的退休金了。我这个有一个是啊，我有一个朋友，我打电话问一个农村里的啊，给我说了一下，我就问了一下，这个他们村子里边儿，这个四五十岁的人死，这个已经不罕见，就是什么得癌症啊，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啊，稀里糊涂就命没了，甚至还有二三十岁的孩子就得了什么癌症，得了什么症，或者说什么很小的病，到乡镇医院去输液。八猝死了，这个医疗事故整死了，因为这个水平很低啊，也老百姓这个根本没有安全保障，这个死亡率对很多底层百姓来讲，这个寿命这个事情实在是非常难说的事情。假如像中国现在说这个叫什么，按照什么国际上的国家，西欧国家，什么北欧啊，都是什么67岁、68岁、70岁退休，我可以这么讲。那这么说，中国绝大多数的百姓都甭指望享受退休了啊！估计就是等你，甚至有可能都得啊因公殉职，都得死在岗位上。所以这件事情上非常非常恶毒。中共现在不是想的如何让中国老百姓多活几天，活质量高一点，活得好一点，他不是这个，他考虑的是他怎么能够维持他的统治，让老百姓们。多榨干点老百姓的血汗，所以我对中共的这些政策不抱任何幻想，不是希望，是不抱任何幻想。所以中国百姓要自己保重自己，哎，千万得命是自己的啊，什么都是别人，但命是自己的。谢谢，就是您刚才说的非常的这个精彩啊，确实就是一个对百姓的这个有益的这样的政策，就是说白了就是写公金对百姓有好处的，一样不做，这个榨干这个血汗的，那么是哪捡哪个做哪个，所以说这个呢，确实让人感觉到这就是让整个这个现在就是所谓的开源节流嘛，让这个退休呢，尽可能的晚，那么因为呢，这就可以弥补这种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对冲一下这种人口的这种现在人口荒即将到来这个人口荒，或者说已经到来的这种人口荒，那么这也是一个应该说也是一个无奈之举，就是大伙呢就是说这个干着吧，干到哪一天算哪天。至于你们这个刚才说到命是怎么去过这个日子怎么去过，这个应该说，并不在这个当局的这个考虑当中几座大山我估计可能还会越来越多那么现在确实没有一种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对于民生的一个清晰的人道的人性化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们看不到就是喊口号。成天是怎么样降低这个这个负担的？你怎么降低啊？那么现在这个没有一个是在降低而且不仅没有降低，实际上还是明降实升，这种各种这种生活压力呢越来越严重。这个我们都是这个时有所闻我们很多的这种信息都已经显示出这样的一种迹象。那么你对于这种民众的所谓这种获得感、幸福感在哪里？根本谈不上。好，我们这个话题呢先放一放，那么接下来看看这个新疆的议题新疆议题。那么这个现在呢要开放这个打开这个大门要迎客，但是客人不来了。这个中国回应的这个联合国人权高专呢，也是说呢这个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呢，双方的这个矛盾很大。这个巴希莱特呢现在确实希望是去中国了解这个新疆、香港这些人权状况。那么中方呢也做出回应，说这个正在考虑准许巴希莱特来华访问。在呢就是做什么都是这个拿腔作调的架子摆得很大那么这个人权理事会的协商组中国代表呢星期二说呢，中方欢迎巴希莱特访华，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现在动不动就要开条件，
访问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谴责中国的政策而来，这就是条件。那么人权理事会呢，有47个成员国，中国是其中之一。我也不知道这个理事会是为什么老是把中国看得这么重啊，还要把中国老是要吸纳进去。这个巴西莱特呢，这个上周五就说呢，来自多方的报告显示，新疆的一些设施存在这些拘押、虐待、性暴力等人权问题，有必要对那里的人权状况进行独立和全面的评估。那么他是巴西莱特，从2018年9月接任联合国人权高专这个职务之前呢，所谓的人权高专就是人权高级专员，他就已经动手安排这个访华的这个事宜，但是呢，这个工作是时断时续，很不顺利。那么，这个当然，中方的这种表示就是巴西来的这些指控啊，缺乏实质性内容，当然说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很自由吧，新疆这个西藏各个少数民族都很有广泛的自由，包括宗教和文化自由，而且说到这个新疆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呀。他说我们欢迎这位这个高级专员访问新疆啊。那么这个代表呢，还这个正是中方和这个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呢，正在就巴西莱特访华进行沟通，但是他强调呢，这次访华是进行交流和合作，而不是进行所谓未经证实的有罪推论式的调查，等等了。那么所以巴西莱特上个星期五呢，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上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严厉批评，他就说到呢，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公民自由继续在国家安全和抗议的名义下受到了压制，他说呢，侵犯人权的行为不仅新疆有，香港也有，等等啊。那么这一系列的，现在就说这种，中共之前又说到这个对这个欧盟使团的这种开放，也是同样的道理，就说，说了一大通请人来人不来，说你这个不让见，那个不让见，觉得就毫无意义，所以我们不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像现在中共方面对于这种新疆的就维吾尔的这种政策呢，而且现在我看到了几个不同的这种信号，比如说对这个哈萨克族的这个似乎呢现在有些区别对待就是这个和这个海外的这些家人呢，国外的家人呢可以使用微信了，但是呢维吾尔人还不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说呢，中国当局将这个大批的这个新疆维吾尔劳务人员送上火车，前往这个几千公里之外的工厂就业，说是此举是为了让穆斯林少数族裔融入中国主流文化，并减少他们在新疆的人口。那么这个南开大学还有一份报告，这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报告就是说是有关提交给政府高层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写到呢，把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迁往外地工厂，既减少了维族在新疆地区的人口密度，也是感化、融化、同化少数维族人员的这个重要方面。这是加拿大的《环球时报》所获取的一份这个天津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的写给这个政府高层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还说呢，这些做法可以让一些维族人在改变的环境和生活中呢，在劳务工作中呢，逐步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认识，改造价值观、人生观，这是一箭几雕了，这还不是双雕了啊。那么报告还说到呢，这个劳务人员输出呢，对于新疆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和家庭产生积极影响，对其收入是一个重大增加。对其思想观念是一个重大提升，大大有利于这个各民族各地区的长期稳定，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统一。那么这个中国国务院这个国新办呢，去年九月的这个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也说到了，自从2014年以来呢，已经有十几万人的转移到了收入更高的内地省市就业。那么还说到了新疆是按照所谓这个按需培训，先培训后输出的原则。那么开展的以这个汉语也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城市生活等等的劳动技能这些所谓的就业培训这就和他之前这个对这个就业培训学校，也就是这个我们所
常说到的这个在教育营啊、集中营呢啊联系起来了啊等等。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很多这个留港人口的都去的，包括这种啊各，而且这个沿海地区东部省份啊尤其的多。那么这个迹象呢，已经是啊表明现在呢，中共现在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这种打压呢，或者说已经进一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一个层次。那么未来啊，这个新疆问题也好，香港问题也好，啊，包括这个啊台湾问题也好，那么这都是中共的，应该说。现在呢，中共对于这种这两个问题呢，是在实际上是反向的在打牌，就是我给你我就做了，做完之后啊，你们有这个不同的这种观点啊，这种呼吁啊，这种谴责，我再拿这个话题作为一个这个筹码来跟你讨价还价，甚至在其他问题上呢，可能会开列这个价单，也就是说呢，把这个问题作为其他问题的一个筹码。小明先生，您怎么观察？您怎么看？确实，这个新疆问题好像现在越来越被国际社会关注了。嗯，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是，我觉得新疆问题实际上是中共欺压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啊。新疆当然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中共在新疆的这种暴力镇压，比国内的其他的一些省市可能会。更强一点，更强化了一些。这个呢，我想有一部分是针对针对就是说新疆当地人的，但是他的绝大多数的政策其实是在中国各个地方都存在的，这不是一个中共就是说一个中国政府镇压。这个少数民族的问题，这是中共政权与整个人民为敌的问题。嗯，所以这个问题上，我想，西方世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能应该上升到这个高度，就说这是中共政权与整个中国人民为敌的问题，新疆人只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那么这里边，我们应该说。存在这个民族的一些摩擦矛盾问题，比方说当地的汉人和当地的维人有摩擦有冲突，这个也有可能是存在的。嗯，这个呢，我们在一些民族聚集区或者说周边，比方说自己周边有同事啊是这种啊少数民族的，比方说自己身边有回族朋友，这些事情上或者就邻居有回族人。这个都有可能发生一些这种啊彼此间的摩擦冲突，特别是比方两个家庭有小孩，这小孩之间打起架来了。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两个汉族家庭还打架，那这个大概只是两个家庭的矛盾，但是说如果两个家庭一个是汉族一个是回族或者一个是维族，那这个就有可能会把这个问题上升为民族矛盾。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有可能啊，就是说有不理性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到或者说能够想象的一些情况，有的时候在底层民众中间有很多非理性的成分在里边啊，比方两家做邻居，一家是汉人，一家可能是维人或者回人，回族的，那么发生摩擦的时候。有可能自觉不自觉的就要把这个彼此的这个很应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冲突或者说一个小摩擦就会扩大或者上升，那么这个上时候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啊这个做法，所以这些问题上更多的我们现在应该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或者说是这个问题的要害是中共政权对各个民族的压迫。嗯，这里边中共政权它并不能够代表汉族，不能代表，也不能代表维族，
他只代表他自己，代表中共政权，代表中共。所以这个时候，把中共政权的这问题上升为汉族政府，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个问题上应该抛弃掉。在这点上，我希望所有的维族的朋友能够认清这一点，我也希望所有的汉族朋友认清这一点。我们的共同的敌人是中共，我们之间啊，无论是汉族和维族，还是和任何其他民族之间，都不存在本质性的冲突。我们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可以商量。那么，但是中共这儿我们没得商量，它存在，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哎，而国际社会呢？实际上，他们有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是很准确，他们把这个问题当作是中国政府，这个是不对的。中共政权和中国政府这不是一个概念，这个要搞清楚，而且更不是汉族。对于这些问题上，国际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汉族的人权问题，也同样存在，汉族遭受的迫害也同样严重，这个国际社会是应该有同样的关注的。比方说，美国可以通过维吾尔人权法案，通过香港人权法案，美国也应该通过整个中国人的人权法案。这是应该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汉族人说得在好。这个问题上跟维族人所遭受的苦难是一样的，需要国际社会同样去关注的。没错。说得好，说得好。的确，就是说这个现在呢，这个问题呢，就是都是一些热点问题，但实际上就是，在其他的地区呢。这种人权的这种侵犯呢，不仅没有这个两样，有些地区呢，同样是非常的这种恶劣，非常恶劣，那么我们从这次所谓这个防疫就可以看出来动辄封城，那么大家呢都待在家里蹲在监狱里，实际上这个家里就变成监狱嘛，那不让出门那不就是监狱嘛，那么这个。那有时候还不如监狱呢。监狱里还好歹每天给个窝头吃啊，您在家是里就饿死了。啊，是，这个，之前我看那是2017年，当时是这个把这个寒风凛冽当中，把这个所谓这个低端人口赶到街上的时候呢，让人感觉到呢已经是这个脊背发凉了，就是这种对于这种民众这种人权呢就视之于视之为这种可以说是粪土啊，那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个是个问题，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防疫来好我们刚才看到人权高瞻办的这个说法，巴西莱这个说法是我很赞同他说的这个借着这个所谓这个防疫所以这种所谓安全这个名义呢大行这个侵犯人权之实，那么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这不仅仅是什么。在香港也好，新疆也好，什么其他地区也好，那么这是整个全中国都是这个德行那么所以说，您刚才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应该通过一个中国人权法案这才是一个真正能够就是说让全中国民众呢对一种道义的支持，也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一种支持。你否则你这个今后如何去做这个？对中共的这种施压也好，他的这种咄咄逼人也好，你怎么去回应？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回应的很好的一个切入点。那么就是要把这个整个这民众的这种人权意识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现在中共有很多这种歪道理嘛，他所说这个人权就是所谓这个生存权。他始终强调的也是这一点，那么这个生存权，到底是不是人权的这个范畴之内？那和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个人权，也就是说政治权利、自由权利、民主权利，这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而且这是你应当做到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做到的，
那么我们看到刚才说到这个人口问题，就有这个方面问题啊。你这个孩子都不敢生啊，这叫有人权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到这个话题，心情就很沉重啊。您刚才说的非常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来聊第四个话题，那就是现在中共的这种野心的膨胀。野心膨胀。那么现在呢，美国要避免和中国这个核大战，现在呢，中共确实在某些科技领域呢，还是做足了下足了功夫现在大有这种后来居上的这样的一种架势那么这也是一个现实。那么作为美中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呢，有可能发生这个战略误判，那么这个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周一呢，给国会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呢，应该明确表示，不能让人工智能科技来主导核武系统的使用，同时要求呢，中国和俄罗斯做出相似的承诺。这有点像当年这个中导条约就双方呢都要有这种有一种默契或者有一种规范避免呢这个重演呢美苏这个1983年差点发生核战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个当时确实啊。这个1983年9月26号，当时是这个彼得罗夫这个苏联那个中校那么23分钟之内冷静地做出判断怀疑呢危险等级最高级的这个警报大作呢是苏联自己的系统出了错，否则的话呢，可能当时苏联就已经发射核导弹了，那就那核导弹当然指向就是美国呀，那么这可能就是那就一触即发呀，那就互相相互毁灭了。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所以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可靠，也就必须还得有人真人来做出这个最终的判断。那么这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方面的这种美中之间的这种角力那认为呢中共有可能后来居上那么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我们就看到呢，包括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迹象表明呢。中共也是在不断的在加码呀，那么这个美国军界呢，有高级官员就警告说呢，北京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展示军事实力，那么世界各国再也无法躲避一个日益雄心勃勃，或者说叫野心勃勃和咄咄逼人的中国所带来的影响。那么这是呢，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海军少将史达曼呢，3月2号在这个会议上所说的，他说："我们尝到了由中国领导或者深受中国影响意味着什么的滋味。你会发现一支非常全球化的远征性的中国军队，他们会在任何他们认为中国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介入，在全球的任何地方，中国都感觉到自己的发展利益受到了威胁。你会发现他们最终会越来越频繁地派出这个解放军。"那么史达曼呢，也并不是第一个对来自中国的这个威胁发出警告的美军的这个官员。美国防长那个奥斯汀呢，就多次说中国是五角大楼的，这个所谓这个步调的这种威胁啊，pacing threat，也就是说呢，中国的军方军力的发展步调就影响到了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而必须采取的这个军力的发展步调。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官员同样警告说，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试图在中东施加影响。那么，美军的南方司令部也对中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活动表示了担忧。这一系列的这种迹象呢，也确实是让人感觉到呢，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经济赶超了美国，这个百姓受益呢，看不到。最主要的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中共当局手中的这个筹码，财富增加了，腰杆子更硬。那么您是怎么观察的，小明先生？就中国的这个军力发展是现在这种是不是有这种势不可挡，或者说呢，有些这种极力在赶超的这样的一种架势，您怎么看？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应该说是非常突出了，非常敏感的话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
中共的军费每年的开支基本上都是按两位数来增加的。那么这是公开的，按两位数增加的，这不最近一两年、最两三年才有所就是降低这个军费的增长速度降低，但是实际上它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中共在这方面花的钱，它的实际的支出和中共公开的军费，这中间可能还有相当相当大的埋伏，有可能是它公布数字的一倍，可能都多。所以这个时候，中共的在这个方面的开支，国际社会并不能够真正掌握。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共它这个现在的发展军队、发展这个军备，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就是说为了维护这个自身的这种国家安全，它已经不是这个意思。现在中共的这个军费的支出，是整个亚洲周边国家都加起来总和都不到都不如中共的支出一个国家多。比是，方说，中共的军费支出是日本的3倍是印度的4倍是周边这些国家，像什么越南、泰国这些国家，把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加起来，都不如中国军费支出的数字大。所以这个中国军费的开支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再一个问题就在于，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资源，中国人就是说，中共在这方面，在军事科研方面，几乎是不惜代价，他投入的力量非常非常大。虽然说创新能力差一点，但是因为中共这些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政府掌握的钱多了，所以中共把中国人搞愚昧了。但是他用中国人的血汗钱来雇西方这些聪明人替中共来开发各种武器系统，比方说从乌克兰收买一些科学家，甚至从俄国收买一些科学家，还甚至还有从西方收买一些科学家来帮助中国开发系统。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威，对国际社会上是个很大的威胁。这里边中共绕过了中国人这种创新能力差的问题，他用钱来收买了西方的这种有创新的脑袋，来为他们做开发。所以这是一个很，就是对西方来讲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中共钱越多，中共就可以克服很多他以往不能克服的问题。过去因为中国钱少，他只能用中国人因为他买不起、花不起钱请西方人。但现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中国很多体制上的问题，他通过体制外来解决了。所以这对国际社会来讲，这个威胁就很大了。我们很多人就说中国多么腐败，多么什么搞不出来，但是他可以偷，可以买。这个时候，中共的这种实力，它就会有这种很大的提升，对美国、对世界和平会构成很大的威胁。这种威胁，很多时候已经足以挑战，就说世界最先进的地方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种重视程度，虽然我们对中共的这种实力的这种很多东西我们知道的很有限，因为中共这方面是不透明的，美国得到中共情报，他也不会公开的。但是从美国的这种反应上，我们能感觉到，中共的这种实力已经对美国构成威胁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美国已经很把这件事情当成事儿了。那么，如果再假以时日，中国的经济实力，或者说中共手里边能够掌握的这个资源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这个就绝对构成威胁。中共甚至有可能从美国挖墙角，比方说挖一些美国的科学家来替中共来卖命，这都有可能啊。很多人不就认钱的吗？所以这个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这个军队的一个中级的或中下级的军官谈，
他当时说，西方国家这些装备我们都能买到，我们现在就是没有钱啊。他就提到当时这个啊，什么德国的什么豹二坦克，当时说这些装备他都能买，我们都能买到，就是没有钱买回来，不能大量的买。所以这个当时让我非常非常震惊。这些东西，西方国家去，他们过去，我们从这种直观的感觉来讲，西方对中国有些对中共的军事技术有封锁，但他这一说让我很吃惊，他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现在就没钱，有钱这些东西都能买到。那么现在，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中共的很多的现代化装备技术，确确实实是从西方买来的，或者是偷来的。当然，现在有些东西拐几个弯儿弄到手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的话，确确实实是问题。因为中美都有核武器，这个核武器那等于说是最终的武器了。只要一动这个，那就是说就都结束了，这个人类都有可能结束了，终极武器。所以这个武器这样的话，中美之间这种。啊，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是说都认为很小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中共也这么想，你美国不敢开战的时候，中共就可能打一场常规战争，在最大范围内避免动用核武器。但是在常规战争上，那这个事情美国就得掂量一下，打不打得起这种常规战争。而且，特别是像中共这种，在这种它的这种周边，利用它的地缘优势啊，比方说，在台湾海峡发起战争，在东海挑起战争，那这个时候，中共有它这种地缘优势啊，毕竟占地利嘛，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那美国这个战争打是不打？所以确实。美国确实到了一个，就是说，时不有这种时不我待的感觉，需要到了枕戈待旦的这个状态了。这个和中共的这种战争状态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个美国啊，就说要避免核大战，这个当然是要避免的，但是要在避免核大战的前提下，要随时准备跟中共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这个应该做这个准备。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美国现在面临的威胁，要远远超过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的威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赞同，是，这是非常严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现在确实各方面的，中共的这种野心啊，不断的在膨胀，不断在膨胀。我们刚才提到了，包括这个中国官员也好啊，这个专家的这些智库的专家也好啊，学者也好啊，包括一些这种民间的这个所谓民间的这种网红也好等等，可以说是压抑不住的。这样的一种自大一种狂妄，不断的在出现尤其是在这个近一年以来我觉得这种所谓他这个防疫的这种成功那么用这种所谓这个经济呢，首先呢实现了这个正增长再加上各个领域的这种和美国实力的这种接近让他的这种自我感觉是变得。飘飘然，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么这就是自由社会以美国为首的这样的一个西方自由社会的应该说是一种集体的安全忧虑。但是这一点呢，似乎现在呢，还没有被提到一个这个显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现在呢要攘外，先要安内，要把。美国国内的这个局势稳定下来等等，那么这就给了中共一个更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喘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确实让人感觉非常忧虑。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四个话题呢，我们专家的这个嘉宾的这个点评呢，先到这结束。那么我们接下来请青哥发言啊，青哥。
新哥，请讲。喂，哎，新哥你好。安华好，安华好。你好，你好。这个开春了啊，开这个疫情，您的看来的情况比想象的要好一点点，所以很快就可以出门玩了。我就可以到您那拜访你了。好好好，哎，随时欢迎，随时欢迎。咱们离得也不远。小明先生好啊，小明先生好。哎，新哥好，新哥好。嗯，那个我刚才听了一下这个小明先生关于这个新疆问题的，那个谁，安华，你也知道我是新疆人。嗯。所以呢，小明先生的看法我可能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在现在啊，我几乎看到所有的在海外的这些频道中，只要讲到新疆的问题的时候，他都避重就轻的去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这种压迫。我想这个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在中国是，我不是只是现在的专制政府存在的，从清朝开始，清朝末期到国民党，到这是一直都存在的一种这种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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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情绪，一种思绪也好啊，这是非常严重的。在新疆，我想，因为我是新疆人，我们知道，这个当维吾尔人，现在维吾尔人和汉族人吵架的时候，汉族人只要说一句话，你小心进学习班，他立刻就搜身。我想这句话不是某一个政府告诉他你要这么说的。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微信群里啊，各种的微博里面，你都会听到现在去新疆特别安全，你上街见了一个维吾尔人，你上去扇他一巴掌，他一点都不敢吭声。我想这样的话也不是政府教他们说的，而且在这个群里边经常充斥的是去新疆去娶一个维吾尔族的姑娘，8000块钱就可以娶一个维吾尔族的姑娘。我想这也不是谁来告诉这些内地的我们新疆人讲的口里的人去说的。我觉得包括在新疆的很多的汉族朋友还有各族朋友，我都想说一句啊，我们要多做一些维持，哪怕是就是我们汉族人在新疆，因为有1000万的汉族人，1100万的维吾尔族人，还有大概400多万，将近500万的其他民族的人，多做一些化解民族矛盾的这个事儿，少说一些，少干一些这个激发矛盾的这个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就按我们新疆人的话说，哎，多做新疆人民的儿子吧，啊，不要做这个新疆人民的贼娃子。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确实是要给这个所有的汉族的朋友的一个忠告，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新疆所面临的，它不仅仅是专制政府的压制，它面临的是专制政府和大汉族主义双重的压制，而这种压制这个的力度和表现的形式越来越多，这是我要说的。谢谢谢谢。好，谢谢新哥。那这个发言观点我觉得已经是表达非常清晰，也很重要。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当然就是这个大汉族主义的问题。我们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有嘉宾呢，可能对这个问题呢，因为可能没有在这个新疆当地呢，生活过，可能不是很了解这方面。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多次提到了这相关的这种趋势啊，或者说呢，已经是显示出来这种迹象，种种的迹象啊。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去年这个9月、10月份的这个。当时这个10月份的这个当时内蒙的这个事情也是同样的，都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这种一种爆发的这样的一种结果。那么这个的确，
这很多我们就说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民间的这种，包括网络上啊，包括中共政权这种自信满满啊，这种也都是很多这种民众的这种留言的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啊，似乎成了一种趋势。那么这样的一种趋势呢，那么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一种从众了。但是呢，更多的人，我觉得呢，应该说他心里面还是就是有一种自我良好的一种自我感觉吧。现在实际上这种中共政权的这种强大呢，和你自身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好处呢？应该说，可能自己的日子呢，不仅不会过得更好啊，反而会越来越差。因为这个毕竟呢，就是刚才小明先生你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个搜刮这民脂民膏啊。然后把这些财富呢用在他这种集权和这个独裁统治上啊，向这个全世界呢输出这种不安定的因素。那么小明先生，您刚才这个新歌讲话啊，您有什么要发表的意见？我很认同新哥的这个说法啊，就说这种大汉子主义是肯定存在的，这一点我们想，但是我也想说一点，就是说现在的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对各个民族的压迫的问题，在这种压迫体制下，它只能会强化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分矛盾民族间的分裂，它不可能做一些有益民族团结的事情。这个政权它存在的越久，这个矛盾就是民族间的矛盾就会越严重，这个问题就会越大。所以这是一个首要问题，在一个民主政权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我想是可以通过一些友好的办法，通过一些各种制度能够解决的。但是在中共统治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说这种两个民族的这种矛盾，我刚才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有一些百姓们的非理性的部分，它不是有意识的要去欺负啊，比方说欺负一个周边的人，这有时候不是，我想不是有主观的这种想法，因为我想大多数的百姓还都是彼此与人为善，有意识的成心要欺负一下周边的人，这种人应该说是坏人还是比较少，这是我的这种观察，我没有去过新疆啊，所以对新疆的这个情况，我只是凭这种我和周边的这种少数民族的这种朋友们打交道的这种，或者我居住城市里边我遇到的那些少数民族的这种情况，这是我的这种我的感受和我的这种知识的来源。所以这里边呢，在现代情况下，抨击大汉族主义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下，我认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首先呢，我的意思是说，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所有的民族应该团结起来，先把中共问题解决了，然后我们再去解决我们民族之间的这种冲突和矛盾。在中共政权没有解决之前，比方说，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攻击只能被中共政权利用，会强化中共政权，就是说，让中共政权得到更，就让中共政权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去迫害少数民族。所以这个时候，这些问题上，比方说有些少数民族的这种非理性行动，针对一些无辜汉人的行动，那么会强化中共政权他们的这种暴力的合法性或者说正当性。那这个时候等于给中共政权以支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这是我的一再要表达的观点。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所有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先把中共推翻了。推翻了中共之后，我们才有条件，才有可能坐下来协商我们自己的冲突、自己的问题。这是我的想表达的意思。我非常认同新哥说的，在任何一个就是说，少数民族居住问题地区都存在这种大汉族主义问题，在蒙古、在新疆、在西藏都存在这些问题，在什么青海这些都存在，但是这些问题在当前情况下没有办法解决，
必须先把中国问题解决了，这是我的观点。好的，谢谢小明先生呢，刚才对新哥这个发言的一个回应一个回应。那么，新哥还有没有继续要谈的？要谈的话，请继续讲。没有了，谢谢，谢谢小明先生，谢谢。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一阶段呢，我们这个嘉宾的评论和点评分析呢，还有和网友我们之间的互动呢，就到这结束。那么稍后回来呢，请小明先生就今天的四个话题，进行一个精要的概括。再次感谢小明先生，感谢我们的网友观众，谢谢大家的这个收看和支持，谢谢新哥。谢谢我们的导播，我们节目当中呢，尽可能的多发言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呢进行这种不同的这种观点的这种碰撞和交流。那么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一如既往来向我们的这个身边的朋友们介绍、推荐，并且呢收藏、分享、点赞打赏我们的节目。同时订阅我们的这个在油管频道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公众号那么再次感谢大家，我们稍后回来请小明先生就今天四个话题发表精要概括，下次节目再会，谢谢大家。